可是我这样，我史莱姆，我一直要在这画面这里，这样很可爱，对不对？没有，你看手机画面很可爱，史莱姆一直在这里。是表面，它已经熟了，只是表面有点那个，它就熟了。好，来一下。好白哈、哦。好，看它到底为什么不会亮呢？上面那两条灯管没有亮哈。对啊，刚才全程就只有亮下面两条啊。那就是可能坏掉啦，以前就亮。之前就有点那个。那就是去买台新的而已啊，这么简单。嗯。今天买一买啊，明天到货啦。如果等一下晚上干到不能用的话。我先看250。失败的蛋糕，这个叫做内凹，看到吗？好啊。中间凹进去了，不是这个，是中间凹进去了、哦。往下凹进去了，对对对，凹进去，这要怎么拍得出来？拍不出来。这就是温度不够高。它里面是会挤压，会比较密。看不出来，就是一个凹的就对了。对，凹的就是温度不够高。被卡软了呀？啊？被卡软了吗？没有，它还是温的。等我煮完再弄。所以它还是能用吗？它可以吃，可是口感不好了。哦，也是可以做啦。哦，好。反正叠一叠。所以我们要买新的烤箱了吗？等我再看看吧。哦、要买新的，不然那个昨天烤鱼就有点快烤一样，可能我觉得一样，可能就是买清风牌的而已。对，其他的不是啊，你20000块给你买好不好？你最后一定是买不到20000块的。选了老半天，你最后还是选军工牌的便宜的而已，要不要打赌？因为买太好了，其实也不晓得到底能力差多少。中2280了，妈妈都能烤蛋糕了，对不对？要杀蛋糕喽！同学，我要杀蛋糕。这个蛋糕是失败的，我们要把它杀。杀起来看看它里面可不可以要，应该是，应该我觉得可以的。可是，相信蛋糕，我觉得应该是不能用。蛋糕他跟我说话，他说我会成功。真的吗？嗯，他跟我说话的，你不相信哦？嘿。哇！你怎么手底下开出来的？怎么可以不做？对不对？看看有没有中空，不晓得底部有没有凹进去里面。如果没有凹进去里面，就可以用。好、紧张哦！好紧张哦！已经可以剥这里的皮来吃。对，等一下，如果可以用，我们就直接把它杀成那个形状，好吧？紧张的时刻到了，紧张的时刻到了。好、哦、好，好像可以了。好像可以呢。好了，好。就不要撑这个啦。哦、那个苦苦。你撑之前正好开烤箱。啊，没，那不要撑，那不要吃，等下会有大块的。等下会有大块的。我有大块的。喵。晚餐没有吃饱吗？没有。还是老鼠上来了，就是。对，底下，哎呦，好挤！好，哎呦，哎呦。来，我们先好挤哈，爸爸是你可以挤进来吗？不行，那个是小朋友专用椅子，只能两个人。我们先想一下哈，先想一下我们要怎么做哈。切个正方形，就把这个两个边边的这个头切掉。那我可以吃那边边吗？这是我们的，好，这圈是你们的。来，我们念一遍好不好？这样子好。这样感觉这样比较，这比例可以。
一刀下。没有再客气的啦，这样都没拍到我的史莱姆。那个妈妈，那我来这边。来，嗯，史莱姆嘴巴好可爱，很好。史莱姆，画面没有那么长。史莱姆在这里，欸，要挤进镜头里面。到这里。这史莱姆很可爱。嗯。哎，那个不能吃啊，那个还要做那个。等一下，等我一下。对，我们还要一点点做那个镜头的部分，对不对？好吧。有了。要不要再一个盘子？等一下那个装那些切那个的，要吗？我们肚子饿了。来，你切好的，我帮忙拿过来的。哇，然后变成没有很长的感觉。对。我在帮妈妈排蛋糕。好。来，给我。来，你今天妈妈劈的很好。收下来，这块拿来叠两边就好。哦，也可以哈。看难不哈。嗯。我要吃就吃大块的，对不对？一半的，一半的。哎，这个披萨给我们吗？嗯，好，这个可以给你们。耶、嗯， yeah, 姐姐，我要吃一人一半。哈哈哈哈哈。哎，这都给你。嗯。要、哦、这样可以吧？这样可以，这样可以。这样子就好啊。那蛋糕是我自己把它 P 成那个 GoPro 器、嗯，你就不用涂奶油。我买白巧克力呀、啊！啊，是啊，可以到时候用挤的。这可以给我们吃，所以都可以给你们吃。可是我这样，我史莱姆，我一直要在这画面这里，这样很可爱，对不对？没有，你看手机画面很可爱，史莱姆一直在这。你说什么啊？你属兔对不对？你今天说什么啊？我属兔。你属兔的话，那就是代表这个，那你要比这个多。我们先还是要打两罐好了，另外一半用去做冰淇淋。潘多，孙悟空，你下来嘛？真的都是。再打一下，这个做涂料还太软。好，这个可以。一枚鸡蛋布丁，它香甜又好吃哦。啊，太保护了吧？哇！来，我来，这个我会，追着我。摔倒了！哇！不要用太多、哦。来，等下压出来就那个。要多一点，要多一点才能有一些做冰淇淋。我的 ice cream 一定要来我身边。布丁上来。布丁，我不会。我们一起学勾胶。咱们一起玩玩玩玩玩。在你面前撒个娇，哎呦汪汪汪汪汪！我的心脏砰砰跳，你脸上都花香。哎呀，就爱我，我怎么样？哎呀，我是玲玲哦，OK。你叫爸爸把那个装蛋糕的那个盒子拿下来。很有创意，对不对？白色的 GoPro， 我也想涂涂看，我想自己看看我手工的蛋糕漂不漂亮，美不美丽，可不可爱呀、好小哦，刚好吃一次就好了，对吗？对。我们应该整台淋那个巧克力酱才对啊，对吗？才对，整台淋。
巧克力，对对，这样就好。然后接下来用巧克力酱，然后开始注射。的影片，记得帮我按个喜欢，还有记得订阅我，还有按下小铃铛，那我们下次见。